那么平安，这个题目知道是什么？什么是 WWJD？ 知道的举手。啊，不到一半，好，举到两，放下那个的下来。那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。因为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时候我们从你领受能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帮助我们领受主生命的大能。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向你的荣耀显，要知道神明，要知道称颂，要祷告靠耶稣的你。阿门。好，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？戒指，它是 WWJD 的戒指，还有各种颜色。有没有看过这个？它是一种。这个布条或者是那个橡胶的管带，在很多的运动明星的手上，他们都常常会戴这个，戴这个呢会让他们觉得神力无比啊 ，WWJD。好，那到底什么是 WWJD 呢？哇，很多这个运动选手因为戴了这个。都表现得超好，所以即使一些不知道的人也都去买来戴，甚至在网络说上面找，这他戴的这个运动某某运动员戴的这个到底是什么，在哪里买的？结果知道在哪里买吗？基督教书房里面。那这种 WWJD 被做成很多的饰品，有的做成一条鱼哦，贴在车子后面；有的除了手链以外，做成项链；有的做成钥匙圈；有的做成腕带。有的做成戒指，有的做成木头一块贴在门口。WWJD 它是一个英文的，取第一个字，这个，谁帮我念一下来 ？What would Jesus do? What would Jesus do? 就是什么意思？翻一下。耶稣会怎么做？对。这是一个在19世纪有一位叫做学尔顿的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跟随他的脚踪行》。他的书里面谈到有一个乞丐，他进去到一个教会里面，因为没有人接待他，他很饿，然后又很冷，然后当他去靠近别人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好臭，我几天没洗澡，然后大家都没有接待他，然后他就说。你们这些人不是要跟随耶稣吗？你们不是要效法耶稣的脚踪行吗？可是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？没多久，没几天，这位就过世了。哇，这件事情在19世纪的时候的一个引起很大的回响，于是一群年轻人就起来，他们想，到底如果是耶稣，他会怎么做？我们常常说要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可是却不知道耶稣他到底会怎么做。我们上次也讲到，上礼拜讲到做礼拜和做礼拜是哪一个做，对不对？啊，忘记了吧？那边那个做是什么？做工是这边这个做呢，是一种关系。所以我们做礼拜要哪一个做？两个都是人物，是这边，哦，人物好。我们可能从坐，你知道，如果两个坐这样坐，就是如果这个坐是在前面，后面那个坐叫坐，那个人去做故意做一件事，叫做故意行在人的面前，但是他的侍奉是只在人的眼前侍奉，那个叫坐。可是这个人如果是真心实意的。去做，我们讲到侍奉要先确定的是一种关系的侍奉，也就是叫做生命的侍奉，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学做家事，你去做家事的时候，你去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对价关系，所以你是甘心乐意去做，因为你爱你的家人，所以你帮他洗衣服；你爱你的家人，所以你买东西回来是大家吃的。你去，因为你爱你的家人，所以你这个你父亲的开车载了你出去玩，可能都是父亲在付钱，所以这是一种没有对象的关系，他是这个做，因为他是做父亲。
他不是那个座，如果那个座是装出来的，是演戏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日落，它其实有三个范畴。第一个是这种生命的关系的建立，第二个是圣所的侍奉，是其实我把它讲成是一种恩赐的操练，或者是恩赐的领受，也就是你在训练的过程里面，你看那副怎么做，你才怎么做，而是你不能说我要怎么样有什么不可以，而是像在乐团当中，必须要大家都一样，然后到哪里我们要做怎样的效果，必须要大家都先讲好，然后一起做出来，不能够你自己要怎样就怎样，那叫做放炮，对不对？那叫做这个闹怎么说？好，所以第三个叫做万民的侍奉，它是一种使命，是侍奉神训练我们完成以后的一种我们真正受造的一个使命。神造我们是要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而且管理这地，所以是一种治理的使命。所以侍奉呢，会让我们成长，从生命的侍奉，必须要进入到圣所的侍奉，然后进入到万民的侍奉。如果这三个其实是一个整体的，如果缺了一个都不行。比如说，你如果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可是你却不信上帝，那不叫侍奉，那叫做坏，那别人的错。你如果有认识上帝，而且有在教会侍奉，可是你不愿意去使万民做的门徒，就是不愿意听从耶稣的，你说我要怎样做就怎么做，我不听耶稣的，那个叫做法利赛人。你可能什么东西都有遵守，但是呢，你却不愿意让你的生命效法基督，那叫做法利赛人。你可能会把耶稣钉他十字架，把他钉在你里面就好了，不用钉在外面，反正把他晾在一边，不用管他要什么，可能是这样。可是缺一不可的侍奉，可是如果你不可能说啊，我有万民的侍奉，可是没有前面怎么样，那也不叫侍奉。那是展示你的才能。好，所以 WWJP 意思就是你要活着就是基督。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这个书信里面，他其实是关在监狱里面写的，他那时候在御林军的监狱里面，他写这个书信，然后他说我体会他不能做什么，可是他说我能够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。哇，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叫做WWJP。 他怎么样呢？他切切的想念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，保罗他就讲到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。好，然后他想念他会不能做什么，可是呢他可以祷告。好，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讲到说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活出主那样的荣美。可是我们有时候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顾身体的利益，只顾欲望的满足。保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所以他已经胜过死亡。他讲到说他必须这样活，因为他知道上帝造我们，他赐给我们主天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有耶稣的生命才是侍奉，跟着我才是来，有耶稣的生命才是侍奉。在亚当夏娃的时代，他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他们同时献上供物。可是呢，圣经上说神悦纳了亚伯的供物，没有悦纳该隐。他是以什么标准呢？是不是亚伯他献上的是羊排，上帝比较喜欢羊排？该隐献上的是土产，上帝不喜欢土产？不是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该隐他没有行好，说圣经说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在你门口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就要治理他。因为该隐他的生命没有那种属神的生命，而是一种凶杀、仇恨、嫉妒、震惊、比较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所以他把亚伯给杀了，把他的兄弟杀了。哇，有时候人生气起来真的是很难预料，对不对？
圣经上这样说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就是要效法基督。我们看耶稣怎么做，我们怎么做。他说这样子，我在哪里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最近电视上有一个广告，有没有看过？有在挪威拍的，有一个小孩在雪地里面穿着很单薄的衣服，他是一个实境的摄影，那个小孩就坐在那里，然后在那边很冷，然后旁边等公车的人就说：“你怎么我很冷？”然后有些人就想一想：“哎呀，我也很冷啊，你也很冷，我也很冷，谁叫你不多带一件衣服？你的衣服呢？被偷走了。那你还不赶快回家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老师要带我们去校外教学。那你老师的电话呢？”可能出于关心就，可是他问的问题却不是他真正需要，他就问很多问题。你的电话呢？我没有我老师的电话，我也没有电话，老师只叫我在这边等。其实是一个摄影机在那里偷拍，然后后来就看见有一些人，他们就是假装没看见，有些人继续在那里滑手机。可是呢，这位年轻人，他把他的外套脱下来，帮那个小男生盖上。然后他自己穿什么短袖耶。好，这件事情如果是你，他最后讲到这件事情，如果是你，另外这位女生也是一样，哇，他脱掉他里面那一件暖和的，先给他披上。当然也有些人就给他手套啦，有些人给他围巾啦，有些人还是这个给他外套。但是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当我面对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可以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做决定。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，请你想起今天的讲到 WWJD，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。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并不知道有镜头在拍他们。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想，我今天就是忘记那外套，就是有很多我感觉的，如果我脱起来我里面是短的，那我可能也会感冒，对不对？他年轻嘛，感冒没关系，有年纪比较大感冒就不得了嘛。会不会想这样？会，因为是哎，我这件外套很有意义，我给他穿上，我什么时候跟他要回来？反正我觉得这件外套不能给的就对了，很贵的，会不会这么想？会，我们可能同时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进来。会，当我们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这些叫做非神信念的东西。这些信念是我们平常在生活的时候，它不见得不对，它是可能是一个事实，可能是一个对的考量，一个明智的、一个有智慧的考量，但是它却不是耶稣会去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讲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也就是当你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想到 What would Jesus do？ 耶稣他会怎么做呢？当我面对难题，当我面对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事情，请我，你如果开始想起耶稣会怎么做，我告诉你就有福了。因为你的抉择，如果是耶稣的抉择，是上好的抉择。然后我们众人如果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自己就会变成主的形状，而且这形状是怎样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脸变成。我相信这些脱衣服给这小孩子穿上的人，他们看到这个广告，这虽然是一个公益广告，但是呢确实没有串通好，只有那个小孩知道有在拍，所以他这些人给他穿上要坐车子来，他就把它还给他，然后走了，他还是坐在那里，然后等待下一位。然后如果你是那一位在那边假装没看见，在那里滑手机的，你看到这个当然都被拍下来，那你可能刚看到这个广告，你的同学就开始问你，哎，我看到你耶，可是你怎么假装没看见？你可能会很糗，因为你没有做出一件你可以做正确的事。或者你可以抱着他，不是吗？你可以看他，他是一个小朋友，你可以帮助他不要那么冷，因为他说我现在好冷，我好冷哦。可是呢，这个如果你做了正确的决定，可能别人会给你比，可能很多人帮你按赞。可是如果
你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很多人会给你按序。我们做什么，上帝在看。所以，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你如果想耶稣会怎么做，你如果效法基督，你就会看到主的荣耀。好，第二段经文我要讲到 WLJD， 除了是活着就是基督，他怎么具体去做呢？就是献上当做活祭。在腓立比书一章九节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，保罗他在监狱里面，他不能做什么，可是他可以怎样？他可以祷告，就是祷告是你最重要、最重要的能力所在。为什么基督徒要推基督徒六要？其中一个是祷告，因为你要使用神的属天的能力，不要再使用你自己的能力。保罗说：“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、夸胡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”好，这里是翻译，我要稍微再正确一点。在第九节里面讲到，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更多，那个见识就是你的判断力，他用的是 judgment， 是你的判断力，就是在知识和各样的判断力上面能够不断的增长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。这个分别是非，它叫做选择那最好的。因为这个翻译其实东方不一样，所以有的就干脆把它刮糊起来。那现在中译本讲到能够选择那上好的部分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叫做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，也就是能够选到那上好的福分，并且，这个还没有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那个诚实两个字是指着 pure， 是一个洁净的，是一种太阳光 sun judge， 太阳光底下照耀的那种纯洁，在太阳光的如果暗暗的好坏看不清楚，可是如果在光线很强，一看就知道。啊，有些人他染头发看不大出来，可是太阳一照，哇，你看人家这些脸，对不对？太阳光一照就显明了。这种真的诚实无过，叫做在太阳光的审判底下没有瑕疵。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选到那个最好的。什么是最好的呢？最好的就是我们前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听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里说最好的就是什么？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什么？最好的就是你啊，就是你的身体，就是你把你自己献上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我就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能是这样。你如果献上在祭坛前，就已经在祭坛上了。我们常常献上在祭坛上，然后又偷偷的下来，然后就说现在祭坛上是礼拜天或聚会的时候，然后回去以后就下来。我因为是活祭嘛，不是这样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活祭不是死的，不是叫你燃烧自己，然后一次就死掉，不是这样。这里的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让你成为圣洁，是一种成圣的过程。是一种在圣所里面的一种服事，是一种整个进化的过程，而且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做活祭呢，它代表你谦卑自己，你愿意顺从上帝，你愿意甘心将自己摆上，是神所喜悦的一种侍奉。保罗他要我们把身体献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情欲与圣灵相争，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效法基督，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种属血气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。我会常说啊，我没有办法。前两天那个师母在和一位小朋友接电话，那个小朋友说：“妈妈骂我，说怎么了？因为我没有收玩具。”老师，你为什么不收玩具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力量。师傅说，所以妈妈骂你的人，对，我想玩具收，我没有办法。师傅就很聪明，师傅说，好，你现在祷告。我没有办法祷告。师傅就说好，师傅带你祷告。于是师傅就带他祷告，祷告
说完就好。我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曾经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喜欢玩玩具，可是不喜欢收玩具，然后不一定有跟他请吧，对不对？好像被枪打到一样，然后很乱。然后你让他说到我已经玩得很累了嘞，你没看到吗？可是没多久，那小朋友打电话来，师母，我收好了，谢谢你替我祷告。哎，祷告完，他果然力量就来了。我们不知道什么选择上好的部分，我们。但保罗呢？他觉得，哎呀，我在监狱里面，我该怎么帮助你们？他说，体贴基督的身心肠。耶稣基督要他做什么？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在天上为你祷告。如果你遇到什么事，我们不要忘记有中保耶稣，他为你祷告。所以保罗他说不为你祷告，而且他还把它写成书信，告诉他们祷告的内容。你不要只有告诉他说我为你祷告，你要告诉他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。他说：“我为你们祷告的是，要你的爱心、知识和见识上够更多，而且能够分别什么是上好的福分，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做一个在阳光底下检测都是那么纯洁的人，直到耶稣再来。”这就是保罗，他帮助好，怎么样增长爱心和知识呢？知识要怎么样？其实这个都是相关的。你先要有爱上帝的心。如果你跟爱上帝的心，你做的再多的事都不是事功。可是你有爱上帝的心是什么呢？是从认识上帝、知识，所以知识和爱心，那你了解越多，你就越喜欢它。有些人他是门外汉，他觉得那有什么好玩？你是外行、啊。如果你很喜欢一件事情，有三个兄弟他去国外玩。那一个因为他很喜欢运动，所以他到那里就去找，哪里在租脚脚踏车？我很喜欢租脚骑脚踏车。一个因为很喜欢钓鱼，他就会说这里有哪里有鱼可以钓。啊，一个因为他很喜欢赌博，他一去就说这里有没有 casino， 就去找他所喜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经历，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很熟悉。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知识，有些人不会赌博，去那里看都看不懂，好无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根本不喜欢钓鱼，要去菜市场买好的。那个师母常说，你花那么多钱去钓鱼，那些钱在我可以去菜市场买多少吗？说哎，一五八的。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喜好，那个爱是从对这件事情的经验或知识。好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知识怎么来，圣经说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。从山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云雨，这夜到那夜传出什么知识？他说：“这是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当中啊，虽然无声无言无语无声可听，可是呢，他的那个亮带和绳索就在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啊传到地极，什么意思啊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中间。”都有神的荣耀形象，所以创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的神性明明可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天赋世界，所以当你细心去研究一样东西，你就能够发现，哎呀，神那么奇妙。很多科学家找到神，是因为他去专心去研究一样东西，所以他了解这个研究以后，他就哇，原来上帝这么美好，然后就信耶稣了。所以说，这样的无可推诿。如果你要知道耶稣怎么做，我告诉你，耶稣做事很认真，他做什么事都很认真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我们也是看近一点，好不好？要认真。神他希望你不要只有信耶稣就好，不要只有那是宗教是形式的信耶稣。好，我们讲到万物都述说神的荣耀，可是你呢？你是神宝贵的儿女，你又比万物都可贵吗？你里面的性情难道只有和那天空的飞鸟一样？难道只有和野地的百合花一样吗？神说没有，你比他贵重好多、哦。圣经说神既然爱死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？也就是在天平上，你放在这边你比较重哎，那边放个耶稣还放万物哎。我上次天平的问题，很多人还没有答出来。常常有人告诉我，哎，牧师，那个天平的问题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可是告诉我，我都很不会，再想想。在天平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两边放着一样重，叫做会平衡，叫做天平。我上次的问题，
是未打的举手。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举手。他是啊，唐风那我再纠正一下。啊，唐风训练，因为我想大家不太知道，我怕大家头脑受不了。有想要知道举手吗？好，数学老师先举手。好，我先讲。有三个苹果，那其中有一颗有问题，他不知道是，但是外面都一样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哪一颗有问题。可是你有一个天平，没有刻度，就是只能够称一样重。那但是这个天平只能够用三次，然后请你找出那一颗，你能够找出那一颗，而且知道是比较重还是比较轻。苹果很简单，那12颗。或者说，如果你是男生，12个特务，他身上可能被植入那个国家的密码，很重要。但是他叛变的，你要找出是个叛变的人。但是你有一个天平，你可以称三次，这个天平就自动坏掉。好，但是你要找出这个特务，让这个整个世界灭亡。他的特征就是，他和其他11个不一样，不是比较重，就是比较轻。你能不能经过乘三次把它找出来？好，好，问题问完了，如果你知道，你再告诉我。好，当在这个天平上，圣经说把万物和耶稣一同摆在世界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天平上面，很重要是神的儿女比万物都可贵，这概念懂了吗？既然所造的万物都有神的荣美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岂不应该更具备神的性情，有更大的荣美，有更美的恩赐在你里面吗？听得懂吗？难道你只像天上的飞鸟吗？难道你只像野地的百合万，说我这样就够了，反正神爱我？不是哎，你要管理全地的。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好好去学习 WWJD， 因为神将耶稣当作榜样，就是让他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当作长子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姐妹当中做长子。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就是这就是保罗说祷告，当他们有足够的知识、足够的经验、足够的选择的能力，可以去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哇！如果你有这样的，你就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。在旧约里面，在圣经里面的讲到，在圣所里面的侍奉是立位人，但是呢，他们是从25岁开始，只能够做到50岁就要休息，所以这个牧师可以退休了。好，这个50岁以后呢，就不再办事情。在新约时代呢，却是信徒皆祭司，而且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圣殿，也就是你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好好的驾驭你的身体，怎么样去管理你的身体。可能身体就包括知识，包括你的经验，包括你的判断力，包括你的情感，包括你的很多的东西，让这一切非神信念通通被耶稣会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信念所取代，你就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可能就只有一般般。一般般就是什么？就是立位人，或者是法利赛人，或者是祭司，或者是文士。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是把他杀了，他们没有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他们选择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所以变成，如果我们晓得这个圣所的侍奉啊，必须要进入到万民的侍奉，也就是要效法基督。路加福音4:18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也就是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。”就是现在神他的侍奉是，不是只有让你在圣所里面侍奉，而是普世性的，殿的四围全地要称为至圣，而你就是那个殿，你必须要去报告，叫那贫穷的能够变富足，叫他
疾病的得医治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我们怎么做？不是燃烧你自己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必须有神的灵，主的灵在你的身上。好，我要讲到普世侍奉。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，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实，叫荣耀称赞都归给神。这个靠着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一个行动的渠道，也就是它是一种方法，或者是它是一个戒指。如果没有戒指，就不能够有这样的果实；如果没有戒指这样的方法，就不能够有这样的果实。最近我们这个业主谈到他的五花果在分吃嘛，送给很多人。那他会还教你怎么样栽种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，他的树很棒，我都可以结很多果实的哦，有30倍。有100倍，结100颗，哇，它的那个品种超好的，好，赶快要用。但是不要是要来放着照你的方法，你照他的方法，很棒。有人种死了，好，下次再给他一个试试看。所以说，靠着耶稣基督结满能力的果实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照耶稣的方法，就不是上好的福分，就会种死的，就不会有那种100倍的果实。我们都希望圣经中所有的福分我们都能领受，可是呢，圣经不读一遍，你也不知道圣经到底有多少福分。我们都希望祷告带有能力，可是一天祷告没有多久，可能只有3餐歇饭祷告，甚至歇饭都不祷告，都不歇饭祷告，可能只有睡觉前祷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要一直强调侍奉基督徒又要？因为我希望你能够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，让荣耀都归给神。在天父世界里面很宽广，他工作永远做不完。但是如果你在意在耶稣的身上，那就是上好福分的侍奉。在新约当中，耶稣曾经讲到他去马大马利亚的家，而这个马大哇，一只马，哇，耶稣来，我等一下煮什么？我等一下做什么？蛋糕啊，甜点啊，我怎么样？主食啊，饮料是什么？他一只马。那马大后来就进来跟耶稣说：“我的妹妹，你看留下我一个人之后，你不在意吗？”这个马大在意的是什么？在意的是工作没做完。真的很多人释放，我发现到后来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一只马。然后他就甚至来跟耶稣抱怨说：“请吩咐他来帮助我，我那么忙。”可是耶稣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。这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耶稣看作宝贵，就是看那个在意耶稣。好，跟我讲一次，上好的福分是在意耶稣。WWJD 的意思是，当你发现自己是个灵工，你如果是个基督徒，你会去想耶稣会怎么做。前两天真的有一位弟兄开车被人家撞到，下去很生气，可是看到自己的车子有贴耶稣爱你，然后他说：“好啦，就是去修车厂赔一赔就好了。”然后这个有人他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弟兄说：“那你有跟他传福音？”我没有啊，我在传的时候呢，万一他如果不赔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，所以我就蛮实在的。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就是永远都是只讲实在不讲公义哦，不是这样。基督徒也讲公义，所以对岸这个是非分清楚，真理显明，能够明辨，但是呢，却要加上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也就是他把自己献上。所以藏在主里面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住在耶稣基督里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葡萄树。葡萄树当然结很多果实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只有结一两颗，它每次是一串，串里面是很多颗。我们今天，如果你等一下三号也出去外面，我的树葡萄，整个都是，有没有？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摘，路边的过去都会下来，赶来损化我。哇，结了满满的葡萄树，当然会结葡萄，而且结很多。可是呢，重点就是，不是枝子自己结，是它连结在葡萄树上，
所以我们是说，如果你开始在意耶稣，如果你连于主耶稣基督，藏在主的里面，什么也会藏在你的里面。你们所愿意的就能成就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话语的，话语的。如果你做什么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做。你没有读圣经啊，圣灵要启示你，你没有办法知道。可是你如果读圣经，今年因为你立定心志，交100块读圣经，我读圣经要交100块，你就开始和几个一起读圣经。那神的话藏在你里面，把你们所愿，你才会祷告啊，你才知道怎么样祷告大有能力啊，你才不会去燃烧你自己。你知道耶摩西看见的焚而不毁的荆棘，那个燃料不是荆棘，燃料是，那是荆棘是焚而不毁，是从上帝来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耶稣讲到怎么样被举起来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来，他可能突破了很多圣所的侍奉的一种规条，甚至于他讲一个例子说，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强盗，被打个半死，钱都被钱财被抢走。可是呢，有祭司有立位的人经过，他们都觉得啊，我现在聚会比较重要，就走。只有好撒玛利亚下真的人下来帮助他，而且帮他敷药，帮他找一个这个旅馆，帮他给钱。谁是好邻舍呢？就是耶稣说，就是这位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在当时候他们是很仇视的，知道吗？是不圣洁的，不是神的子民。可是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来刺激这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？因为他耶稣的心就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体贴耶稣的心肠，你要看圣经，你就懂哦，原来怎么样去分辨。好，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就是在一个在欧洲有很多的修道院，他都这个很多人去观光，然后就有一些奉献。那有一个地方就开始没落，都没有人去，而且那里面的人都参与修道的人越来越少。那这个院长啊，他就去找，哦，据说有一个高人，他可以指点怎么样复兴。但是当他去找这个高人的时候，高人说，我没有办法知道修道院怎么复兴啊，但是呢，我昨天得到一个启示，听说耶稣成为人的样子在你们修道院当中，所以你们修道院里面的，或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，有一个是耶稣。哇，他这位院长回去把这个启示告诉给所有里面的人，还有外面的人，整个环境开始不一样，因为都以为对方是耶，有可能是耶稣，所以就展现相当大的爱心和亲和力和包容心。从此那个修道院就哇变得非常温暖，而且很多的人都喜欢他们。这样子呢 ，WWJD 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怎样。耶稣会怎么做？你要活着就是基督，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你要受差派进入到万民当中。如果你只有信仰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很好，可是你在外面可能就不会居上不居下。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学习把最好的献给神，你在外面做任何事情都是用这样的心态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是给主做的。当你用这样的心态来服侍，是甘心侍奉，好像是在服侍主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把对方看作是服侍耶稣。我告诉你，很快就不一样了，你的环境就不一样了。你开始会发现，那善好的福分是什么？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，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，都必按着所行的哦，得主的赏赐。但愿主帮助我们的信息能够成为你的帮助。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？ 做任何事情，想一想，这个时候耶稣会怎么做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帮助我，让我们可以有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道。主啊，你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那善好的福分。求你让我们不是短视尽力，我们只是贪图眼前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愿意将自己摆上，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
即使是死人，你都甚至从主里得到益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今天所有听见你话语又遵行的人，我们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上好福分，让主的名得到荣耀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颂。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阿门。